诗篇107篇至到150篇，44篇嘅诗篇咧，系归入喺咧诗篇嘅第五卷。第五卷嘅内容咧，有少少似咧呢个嘅生命记嘅信息，就系咧将以色列人嘅历史再讲一次，并且系预言佢哋将来会得到嘅福气。灵情日记旧约篇，逢星期一至日早上7点播出。